奉耶稣的名，里面所有邪灵要出来，不可以停留在这里。奉耶稣的圣名，里面所有邪灵要离开，不可以停留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主，耶稣是得胜的王，耶稣是作王的。你呼求耶稣，耶稣帮助我脱离魔鬼的手，脱离魔鬼的捆绑，耶稣救我脱离魔鬼的捆绑，耶稣叫我得胜。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耶稣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你跟我说，耶稣，耶稣救我，你说吧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你说吧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你叫耶稣吧，耶稣，耶稣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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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将你话讲完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你叫耶稣啊，耶稣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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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ndy， 你听到我讲嘢？Andy， 你听到我讲嘢？耶稣帮我，耶稣帮我，耶稣帮我，耶稣同我一齐，耶稣同我一齐，耶稣同我一齐，耶稣医治我，赶逐邪灵，所有邪灵要走，唔可以停留喺度，令到佢蒙蔽嘅邪灵要出嚟，吹佢出嚟啊！耶稣释放我，脱离魔鬼嘅手。奉耶稣的圣名，耶稣释放，耶稣释放，耶稣释放我脱离魔鬼的手。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作王。你叫我耶稣，耶稣作王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作王。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，耶稣救我啦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耶稣帮助我。哈利路亚，你叫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你听到我你就叫啊，你的心里面叫。如果你听到但你讲不到出声，你就说耶稣，耶稣，我奉耶稣名吩咐这个令到他没反应的这个邪灵，你要走，这个令到他没反应的邪灵走。你的心里面叫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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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耶稣救我啦，耶稣救我，耶稣救我，你心里面说耶稣救我，耶稣就会叫你得力量，耶稣给我力量，耶稣给我力量。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奉耶稣的名释放我。你的心里面说耶稣释放我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所有令到 Andy 蒙蔽的邪灵要走，令到 Andy 有蒙蔽的邪灵要走，耶稣释放他脱离魔鬼的手。哈利路亚！你说耶稣啊，耶稣，你说耶稣咁啊，耶稣，你说耶稣，你嘅心你知唔知自己做乜嘢？你嘅心你知唔知自己做乜嘢？唔知啊，做乜嘢 ？OK， 你本身有冇啲咩即系譬如嗰啲令到你有时失知觉啊嗰啲病嘅有冇噶？冇嘅。OK， 你只系好似冇晒知觉咁嘅样啊，即系你听唔？弟兄失忆朋友，咁祈祷啦。咁但系咁啱啦，第一句就开始病发啦。咁所以就初心唔妥。咁啊，街都出唔到，有太陽光，好似我以前個症狀咁。咁於是我就星期三同去咗一個教會嘅牧師度去做啦。咁當中咧真係情彰顯咗嘅，我都好似覺得睇戲咁，好恐怖。咁但係好驚，但係亦都要好勇敢面對。咁啊，又唔係靠我自己嘅。其實我以前都好驚，真係除咗我之外，原來身邊好多有啲咁嘅
認識或者不認識啦，咁既然都有呢啲咁嘅經驗，咁今次帶咗個呢個朋友翻嚟咧，咁頭先傾傾下偈咧，牧師同佢祈禱啦，咁就問佢乜嘢啦，咁佢已經開始眼翻反，即係好似睇緊電戲電影咁樣嘅，咁啊卒之突然之間佢成日都軟咗，暈低咗喺度，又冇反應冇知覺，我都好驚，神得光拍車喺心啦。咁牧師就好有信心，就不停去呼叫主耶穌。咁啊冇幾耐，兩分零鐘啦，咁啊佢開始自己醒翻，佢喐得翻，個人又認識咗佢嗰啲以前我唔係好相信神怪嘅嘢，覺得離我好遠，同埋但係今次自己經歷咗咁多，又朋友又經歷咗咁多，我真係好真實。完全都是信服神的大能和他的愛，以前我不是很相信神有愛，這個世界沒有愛，覺得這個世界這麼多問題，一天天打開新聞都很負面，人有負面，香港人負面，個個都像世界末日一樣最快就死了，但是又不知道是上帝叫我經歷了這些東西，也都身邊原來好像打開新聞好多日日都好多負面嘅，但係其實原來神嘅愛係喺我哋中間嘅。咁又唔知點解，我朋友問我：點解你識咁多嘢嘅？點解你唔知道咁多嘢？我話以前我就放棄咗自殺呢個念頭，我都幾廿年啦，即係唔想面對，唔想面對呢個世界，好悲慘啊！即係快啲過啊！但係又唔死得喎，因為意外喺度。咁啊，就啲卡數又未還曬，點自殺咧？咁啊好多嘢，咁啊放低咗自己自殺念頭，咁啊有膽自殺，不如去面見啦。咁啊跟住又經歷咗咁多奇怪嘅神蹟，以前同啲人同我講神蹟，自己進九幾年信耶穌都唔信神蹟噶啦，咁嚟到呢個世界嘅揾錢噶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大把嘢玩，咁信咩鬼神啊？咁但係而家真係神要使用你。要施展佢大能咧，其實你係冇得 say no， 係啦。我好多謝上帝嘅帶領啦，俾我有信心去揾到咁多天使啦，同埋牧師佢嘅祝福啦。雖然佢依度教會唔係人好多，但係佢喺網上嗰種睇唔到嗰種力量咧，其實佢係有將好多祝福帶俾有需要嘅人，咁好多人對於依樣嘢真係唔知揾咩噶嘛，最叻就係揾啲坊間啲師傅啊，但係越拜就越衰。咁我朋友都係嘅，都係拜過其他啲師傅啊。咁我都上個星期同阿 Rachel 講，我話係啊，以前好愛主，但係之後唔愛主又離開咗神。咁但係咧，硬係要冚到頭崩壓裂啊，即係傷到唔可以再傷入曬 ICU 啦。咁啊，上帝咧就會出嚟拯救你噶啦。以前係唔相信神的救恩的，就很反對，一聽到都不喜歡，但是好像上帝又要冥冥之中要經歷他的醫治和帶領。今次我朋友他在這段時間都很多問題，因為我是過來人都很有經驗，就是知道他那個心理和生理反應，還有經常覺得自己病了就不行了，死了就要拔了，我說放心吧，上帝會就是你會經歷上帝的帶領和醫治的。我其實都有少少信心不足，即係有少少熬底，因為冇見過啲嘢嘛。咁啊，見到牧師又咁 firm 喎，即係牧師走出嚟，淨係祈禱啫喎。以前乜嘢都唔使嘅喎，你揾嗰啲師傅咧，唔係作你十幾萬咧，嗱已經塵塵，跟住其實牧師真係上帝嘅上帝派落嚟，係幫助我哋每一個人。只要我哋有信心去經歷神，都好多謝神嘅帶領啦。又亦都冇諗住。我有個人咁衰，都再次可以喺上台同大家分享見證，係咪特別好？係咪特別好？咁但係咁啊，我亦都冇諗過因為自己嘅呢啲嘅經歷啦，咁啊屋企人信曬主啦，咁又帶呢個朋友又翻嚟啦，又重新同上帝耶穌reconnect啦，即係讓我哋可以時刻24小時。都保持神嗰個聯繫咯，其實如果我哋多啲親近耶穌，多啲親近神，其實我哋所有嘅面對嘅問題啊、困難啊，或者係悲傷啊，
都係會可以經歷到佢嘅大能，同埋佢嘅大愛咯。咁你想比神更多啊？你想咗好嘅，其實當年有個弟兄，佢話曾經講過，佢話你可能上帝會使用你喺依一方面。我其實當時唔敢接，咁但係又好似上帝命令之中又要我去經歷同埋面對呢啲嘢，咁因為我睇過網上睇YouTube 啦、音樂之星啊，咁同埋有多監犯啊，或者係衰到無可再衰黑社會，咁經歷咗聖靈嘅醫治，同埋佢嗰個按手祝福之後咧，佢嘅人係嗰個生命係大大改變。咁我多謝牧師幾個月之前同我按手祈禱之後，我個人都發生咗好大嘅變化，即係多啲關心身邊人啊，又多啲愛心對待啦。